OK 了吗？来吧，音乐，三、二、一。老铁，我后背一凉，真的有点 KOD 的感觉。死亡小组赛，死亡小组赛，开局。死亡小组赛，没事，状态好呢就明天结束，状态不好呢就回家睡觉。如果说在你还没有跳之前毛巾就没了，那就回去刷抖音呗。好好好，看看好看的点点赞，我就挺好的。我昨天为了放松一下，我特意看各种好看的风景。完了，他们肯定会有那个，他们肯定会有真毛巾的那个 battle， 肯定的。要不就是下面人去 cos 上面拿到毛巾。小组巅峰赛，这你应该想查到的。小组巅峰赛，我刚想找，你们努力强一点，我觉得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们努力，不是厉害的多，有一个厉害多的好处，他们能打能抢，强一条回来。哦，好像也是这么个事儿啊，对不对？小组巅峰赛，实在不行就回去刷抖音呗，咋办？叫什么名字？丽人，都市丽人，都市丽人。